祝福才会有幸福啊，不祝福哪来的幸福？所以天天祝福自己，祝福别人，而那祝福要真祝福，打从心底的祝福，不是那假惺惺祝福你哦。那还不如不要祝福，因为你那祝福是负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是负的。虽然你在讲祝福两个字，但是那祝福就像一根利的箭，反方向射回你自己，戳死了。啊，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全世界的超马学员，每一个人都要秒秒祝福人家，代替你之前那秒秒心中的不平、心中的抱怨、心中的咒骂、心中的点点点，完全换了一个人，就是祝福，没别的，就是祝福。这会儿你就祸福连连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，而且是真心祝福哦，不是嘴巴讲跟心里想是不一样，那你就白搞。一定是要好，心口如一。为什么祝福呢？人家好，他那么好，你看着不喜欢，难道你不想他那么好吗？你想吗？那人家这么好，那你看着心生欢喜，你就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么好，你就是心生就是痛恨他为什么那么好。那你就等于痛恨你自己会有一天变那么好哦，所以你就永远不可能，所以就永远那么可怜，天天那边痛恨别人，痛恨来痛恨去，最后自己搞得那么痛，怪谁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了解这里面的道理，从今以后没得选，只有祝福，就是祝福。啊，你有一大堆一缸子理由，你觉得你可以来今天讲的啊？谁来听呢？我告诉你，天不会听你的，天不会听你，天只会 作用力反作用力，是吧？你不希望给自己福分，那你就天天走反方向是 OK 的，只要你愿意。但是想要自己有福，就听我的，对吧？祝福，祝福，祝福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世界怎么变得越来越美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好。所以啊，我们上一次这个做了两首歌，《雾红尘》、《泯恩仇》，是不是？人的一辈子啊，被什么所苦？就是被这中间 X 加 Y 加 Z，天天烦死人了，是不是？左也不对，右也不行。你为什么不雾红尘呢？你为什么不看清楚？这红尘就长这副死样子啊！你说是不是嘛？你自己说是不是？你如果看不清楚，你今天被他气死，你真的被他气死，一个比一个坏，一个比一个狠，一个比一个渣。你说导师，你还叫我们要祝福，祝福出不出来？这时候就要想到那句话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是不是啊？事实上是正这样子啊，吸引力定律嘛。你天天没那个福分，就天天被吸到那个可怜兮兮的那个尖角鸡诈的那个循环里，是不是？碰到人都是那个样子，都是那种可怜人，是吧？他觉得自己多厉害，骗了你这一笔，等下他又被别人骗了3笔，是不是？就天天这样搞，没有一个是赢家。哎，你发现你一祝福以后，原来这个机制的这个链里面呢、啊，链接的链，哎。今天你没有在那里面了，因为怎么换了一批人？哎，看起来好像都蛮不错的，哎，这就叫做机遇。